起身嘅時候咧，都以為自己係戴住眼鏡咁，都會成日都會想即係除眼鏡或者除框咁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細貓應志源，咁我係一位唱作嘅歌手，偶爾都會出一啲跳唱嘅作品嘅。咁我當時喺韓國練習嘅時候咧，好有印象就係朝早到夜晚，其實個 schedule 都排得好悶好悶嘅。如果你戴 con 咧，其實由朝到晚，其實隻眼都會好乾，咁所以都係唯有叫頂住副眼鏡。咁有陣時又會好尷尬，跳跳下舞或者、做運動嘅時候咧，即係太用力又會跌走咗啊咁樣。咁我做完 Smile Pro 之後咧，咁其實咧就好方便啦。起身嘅時候咧，都以為自己係戴住眼鏡，咁都會成日都會想即係除眼鏡或者除 con 咁樣。當初嘅顧慮可能話，咦，企喺舞台上面驚光啊，其實嗰啲咧都冇呢啲咁嘅問題嘅。前排去咗台灣啊咁樣啦，本身拍 MV 可能都要拍24个钟头咁樣嘅時候咧，都會有啲眼乾嘅情況，或者有陣時戴 con 又會有好耐會令到隻眼睛會紅曬咁樣。咁依家都冇咗呢個問題，好方便。點解我會做 Smile Pro 呢？咁最主要就係周邊嘅歌手朋友做啦，周邊嘅朋友都有做啦。咁我見佢哋咧，依家嘅視力都非常之正常咧，咁啊決定去做啦。咁同埋最主要咧，係有個 selling point 就係兩隻眼咧做激光咧都係20秒嘅喎。咁所以我就會覺得，咦，時間咁短咁快，咁啊一於去做啦。當初就非常之緊張啦，咁啊好彩希馬醫療團隊非常之專業啦，咁啊其實真係眨一眼就做完嘅，咁我自己都話嚇做完啦咁樣。咁做 Smile Pro 成個過程，我最深刻嘅咧就係檢查嘅階段啦。始終眼嘅laser 對我嚟講，我自己會覺得好緊張嘅。咁但係成個希馬嘅醫療團隊都非常之專業，即係 check 得好仔細啊，每一個角度又照啊咁樣。我諗坊間嘅市民都好少會嘗試到咁詳盡嘅一啲檢查，咁又要試淚水啊等等，咁我自己其實整體係真係令到我放心咗好多咯。我都做咗 Smile Pro 啦，你都快啲嚟希馬預約啦！